this is Tina. Welcome on board. Hi, 我是 Tina. The classroom is open. 教室开门了哟。地宝们可以进来点名了。应该没有错，就是这个教室。Yeah, you got it. Come on in, baby. Hi, 心仪、云清、杰如、Fanny、木群、苏林、倩凤、桂兰、Belinda、明君、瑞珠、彩瑞、Nani、Lily、金秀、苏、许龙、心灵、佑威、Savani、Savani 第一次点到你吗？月香、月容、美华、Watchu、Fun、林鱼、林鱼第一次吗？OK, 静怡、秀珍、雅涵、善娇、Teresa、怡萍、淑珍 ，Come on in, guys. 佩莹、Julia、悠悠、钟珍、佩玉、瑞旭、碧翠、华昌、秀珠、智慧、芷云、Sophina、小秋、贝玉，嗨，老妈，谢谢你来观看哦。秋丽、以慧、美兰、凤鸣、淑敏、Soroga、怡云、玲玲、千福、小云、雪、慧雪，他差点又念反了，你知道吗 ？OK， 好，来，这两个字其实太常出现了哈。还有明雪，你看，很接近哈。竹鱼、严玲。如竹、许娜，有些名字跑过去了哟。Tam， 如果没点到你，你希望我点到你再回来好不好？秀芳、雨乔、怡云 ，OK。你猜奇恩苗哈会学没有？很多学啊，明学啊，会学什么的？有时候我就是会，你知道吗？跑很快，我就会搞在一起。Hi Yuki、秀芳。All right， 你们如果放图很大，就会把别人挤掉，我就看不到了哈。美玲、苏红、Ruby、韩玲、方心、Luca、OK、Menu， 来，同学们，你们如果第一次报到，请你们不要贴图好了，你们就只打文字。Hi Vivian、李岩，这样比较不会把其他人的名字挤掉，因为我的这个看的空间有限哈。玉英、伟玲、新华、慧文 ，OK， 玉如，好，等到闭上眼睛就听到我的声音醒来了。你那边应该是跟我们时间颠倒，对不对？哈，玉如、秋萍、Yu Chao、Nicole、OK、以慧、云凤，第一次点到云凤是不是？OK， 我的音乐已经跳到下一首了，怎么这么好 ？OK， Hello， 碧玲、明凤 ，All right， we have a lot of people coming in today。哎，同学，我在这边提醒大家一下哈 ，Hi， 淑如、Joanna， OK， 嘟嘟、云凤第一次到哈，不用担心 ，OK， 来，中夜来了哈，慧音、月玲、雅文，同学，你们这个早上呢，或者是进教室第一次报到，尽量不要贴图好了，就是你们就是写文字。哦，就写个早啊，或者写个 hi 啊 ，whatever，OK、okay?。像你们都会跟老师道那个早安或午安哈、哦，晚。佩伦、桂凤、惠美，但不要贴图，因为贴图你们就会瞬间把前面的人挤走，我就点不到了哈、哦。惠平 ，OK，Doris，OK，Doris， 你又去别哪一个教室了呢 ？Hi HC，OK，Come on， 你来问一下同学，今天问这个问题很重要的哈。哦Hello， 月秀、微分、淑敏 ，OK， 子琳。今天的问题是要问大家，我们如何可以延年益寿 ？Hi， 如如 ，Hello， Chili。对呀，我今天的状况又更回复了哈，应该今天就可以出门了哈。前几天就不能操作机器哈，不能骑摩托车开车。Hello， Annie，Hello， 娇娇 ，Hello， Tian， Shu Wen。来，同学问一下问题哈、哦，你如何？你觉得什么东西可以让你延年益寿，或是有什么秘方？什么饮食？什么食物 ？Whatever。Hi 盛芳 ，Hello 秋慧 ，Hi 小玉 ，OK。就是有没有什么你身边你觉得还不错的可以分享给大家的 ？Hello 江宁，要喝什么？喝益生菌 ，OK。玉如说生活规律，保持心情愉快。Hello Rebecca。Fiona，OK，、okay,
多喝水跟运动哦，难怪秋丽你的身体看起来这么好哈。Ruby 说要吃原形食物，喝绿拿铁是吗？OK，后的有一个人我忘了点到哈，不吃甜食，少油少盐。哎呦，好苦哦，不吃甜食哈，吃自然的食物是吗？嗨，秀梅，碧翠说要心情愉快，淑英说要运动哦，美华说要喝清水，OK，保持童心，All right。看老师的直播可以延年益寿，你这个也太夸张了吧哈，这样有点太狗腿了哈。OK，什么都少哈，这只能多运动哈。很多人都说要吃原形食物，起床后要慢慢喝500cc 的温水，难怪凤鸣看起来这么年轻哈。Belinda 说要好好呼吸，对，要呼吸才能延年益寿。Oh my goodness，这多重要的 basic，right？Ruby 说少吃加工食品，要唱歌、喝茶、多运动、多喝水、早睡早起，身体好。哇，同学们给我了一大串是吗？Hello，易静，欢迎进来。OK，保健食品了哈，李晴也进来了哈。自种有机蔬菜哦，那也要有块小田哦，是吗？还有黄珍哦，OK，黄珍要我点他的意思哈。嗨，舅舅，哎，舅舅，我们两个有共同的朋友哎，好像还是我阿姨哎。嗨，美兰，Hello。越哦，接近大自然是吗？OK，好，OK，不要进来了哈、哦。有强度的运动，OK，不要吃太咸，这个也不行吃，那个也不行吃哈、哦。但是要多运动，对吗？Hello，Alan，站拉筋板哈、哦，平甩功，哇，这听起来就是属于就是这个资深人应该要有的运动哈、哦。天然的雄鹤，均食饮食，Hello，敏慧，欢迎进来，OK。哇哦，所以其实大家都有很多种哈，很多种自己的养生方法哈，当志工最好，最快乐是不是？哦，OK，Hello 雪玉，Hello 黄丽，OK，还有学妹欢迎进来了哈，OK，所以其实大家都有自己的法宝了哈，要活就要动，Hi Jennifer，OK，真正的开心练太极是吗？Hi 游山。OK，所以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哦。这就是当你讲不要生气的时候，那个人就已经在生气了，对吗？哈、哦，要吃地瓜哦，终身学习就会冻龄哈。OK，好，雀娟哈、哦，每天都要均衡营养，开心更化哈、哦，活在当下，知足常乐，讲得很简单，可是好像很多人做不到哈、哦。亲近大自然，多喝水。OK，Hello，Miss Lin，OK，Sunny，、okay, 欢迎你进来，我看到你了哈、哦。OK，Hi，Yuki，对，Sunny 就是你，我的姐姐 Sunny。那 你在想说你在点谁？OK，Hello，、okay, 桂英，Hi，苏明，OK，那个瑞珠吃很好哈、哦，洛梨、坚果、维他命，吃高蛋白哈、哦，那个是有在做健身运动的是吗？嗨，点点，欢迎进来，OK，好来，我们今天延年益寿的食物其实蛮多了哈、哦，希望大家都有服用哈、哦，都有吃好吃饱才来上课啊、哦、I hope so，OK。嗨，玉慈，欢迎进来哈。OK，好，好，你要今天要做空中瑜伽，OK，做完空中瑜伽再来做脑部瑜伽，OK 吗？哈，没有问题了。每天一杯咖啡哦，也可以延年益寿，是吗？Hi Poppy，Hello Angie，Hello 嘉玲，OK，欢迎进来。来，同学们，请你们准备三支基本的笔材，哪三支笔呢？一样哈，我们要有一支黑的啦，然后一支铅笔啦，一支纸笔。同学们，如果你今天是要画白砖的话，就是这三支哈。哦，蜂蜜是不是？OK，婉玲说不要想太多啦，不要想太多就可以延年益寿哈。还有什么？完铅进来了哈。来，如果你没有 2B 铅笔，请用一般 HB 也可以哈。学习不生气哈，对啊，这是要练习的哈。还有吃姜是不是？再来，我们需要有一支纸笔，没有纸笔的就用什么呢？用棉花棒，OK 吗？啊，同学有一些同学会私讯我，一直问笔材的问题哈。那笔材呢，每一个地方的名称都不尽相同哈，除非它的牌子，比如说它这个叫樱花牌，可能大家就会比较清楚。可是它被称为什么名字的笔呢？比如说它叫 PN，可能可以。可是如果是水样笔啊，什么亮彩笔啊，什么笔啊，在每个地方都不一样。所以你一直要跟我争辩那个笔叫什么名字，其实我也有困难。你就是依照你自己喜欢的笔材呢，去你熟悉的店家去询问就可以了哈。那我会尽量在课堂上呢，把我使用的笔材介绍给你们，然后在课堂里面说明，OK 吗？哈，谢谢你们。
哦，另外要提醒一下哦，有同学呢在拍照的时候不小心会把某些公司的名称拍在照片里哦，那个我都不 po 文的哈，因为我不需要任何这个就是广告的这个，可能你没有故意的，但是问题是你一旦你有这么做，其他人就会故意把他的东西放进去拍在里面哈，所以这个我要特别说明哦。今天我的状况好很多，对不对？耶嘿 ，All right， 洛梨跟释迦果哈。听我的声音的音频就知道了是吗、哦、Hello 淑华，欢迎进来。来，你们可以选择三支笔呢，假设你要用深砖的人、哦你们就使用这个水样笔 OK， 来各种的纸张颜色你们自己选 OK 吗、哦、好， Amy 进来了、哦、来，那我们今天我要来用个白砖了、哦、因为我前几天好像都用不同颜色的，今天回归白砖好吗？哈，白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其实啊，如果你真的要准备你的这个材料啊，跟纸材，其实白砖是使用度最高的。OK，Hello，、okay? 橘宝，欢迎进来啊、哦，不，宝橘，我认错了。OK， 因为那个是你们是地宝嘛，然后那个它又有宝在前面哈、哦，我就把它念成橘宝了。OK，Hello，、okay? 花珍 ，OK。老师笔也有画画啊，对，因为我的笔通常在这个课堂里面就会说明，所以你们可以在课堂里面去挖宝哦，哈 ，OK，Hello， 声音里面透着明朗，对，我觉得今天的就是不像前几天哈、哦，就是头还雾雾的 ，OK， 嗨，雅西现在目前就是可能还会有一点腰酸背痛这样子 ，OK， 慧玲说跟着大自然走哈、哦，吃当季的食物 ，Very nice。来，同学，如果你是白砖的话，请触摸一下你自己比较合适的那一面哈，有一点点小触感的可能会比较合适我们来做创作，它也比较好着色，那也比较好上阴影。OK， Hello 景轩 ，Hi Charles， Hello 小芳，来，我们来做点点了哟，同学们，来，我们在你们选好的纸砖上面呢点四个点，哎，我今天的这个头削得太尖了。尖到我自己都吓一跳，All right， 就昨天呢，突然兴起把它削了一下。Hi， 小芳、丽敏、Jamie、桂兰在数人数了哟。Thank you very much. We come to a lucky number with the angel number, right? 林荒 ，OK， come on in。来，我们在点点的时候，请谢谢一下自己。我们今天七十天了耶，人生七十才开始。这边有人是七十岁的吗？请跟我打个招呼好吗 ？Hello， 姐，晴姐，你进来了哈。哦，你写中文我就会点对了哈。怡琳 ，OK， 还有佳琪，欢迎进来。我们现场有七十岁的好朋友吗？我们今天七十了哟。哈，下次我们就开始点岁数才对哈，因为我们接下来的数字越来越高了。OK， 好，谢谢同学们呢，你们要谢谢自己来。秀珍，你七十岁哦 ！Oh my goodness， 还真的有人呢哈！小秋刚过七十，哇！我要这边要跟各位学姐们敬礼一下哈！哇，大家都是有岁数的呢哈 ！Very nice， 好厉害！然后呢，活到老学到老，其实七十才开始哦哈 ！Vivian 说要再十五年啦哈，你才会七十，这样子你也要来沾个边。OK， 雪玉已经七十以上了 ，Amy 你七十五了 ，Oh my goodness， 我们这里有这么多长辈哈，前辈啦哈，来七十岁呢，其实才刚开始，所以请谢谢自己哈，无论你今天几岁，不管是七岁、十七岁、二十七岁还是七十岁呢，都愿意在你觉得舒服的时候就开始学新的东西哈。那蒂娜在这边要谢谢，不管你是第一集、第七集，还是第十七集或第七十集来陪我的人，一起旅行的人呢，感谢你们哈，一直跟着我。OK， 来，晴姐七十八岁了哦，你目前七十八岁，跟那个映雪一样哈，同岁对吗？哈 ，OK， 熟月七十，好厉害哦 ！Hi 豆豆 ，Hello 佳丽，欢迎进来。OK。感谢大家的参与哦，没想到我们走到七十天，而且是连续不断的七十天哦，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OK， 好，中间有风风雨雨哈、哦，有一些不能播的哈、哦，不能直播，不能连线哈、哦，不能公告。
但是我们还是在这里了。OK， 来，我们来深呼吸，来做连结。来，深呼吸的时候，请吸到肺部，如果可以吸到腹部哈。吸饱吸满的时候呢，但不要憋气。吐气的时候，我们将两个点连在一起哈。开始沉浸你的心，我们要启动今天的绘画了。Hello， 宝凤，欢迎进来。来，深呼吸，吸，吐。有没有发现我今天的点画的比较里面？然后今天点画的好里面哦，OK， 每天的心情都不一样 ，OK，All right， 第一条画好了。如果你跟我一样是画白砖的同学们呢，请不要画太重哈，画轻轻的就好了 ，All right， 好，我们来进行第二条了哟。来，深呼吸，吸，吸饱吸满，吐气咯，轻轻的吐，嘘。哦，这条线画的太出去了，然后我决定画到这里就好。OK, all right. Hello, Jessie, come on in. 两条 OK 了呀，我们来了一个 L 了，我们要来第三条，一样哈。深呼吸的时候，请平心静气的把气吸进你的身体哈，吸饱吸满，肚子可以鼓起来最好。来，深呼吸，吸，吐，这个线柔柔的滑到对点就可以了哈，不需要用力，越慢越好。吐气原则上应该要比你吸气还要长，那就更好了哟。来，我们三条线吐完了哈，吸完吐完了。来，这一条我要求大家要把到目前为止最饱最满最多的气吸到身体里面，吸的时候就想着你吃的美好的延年益寿的食物好吗，让你身体是健康的，所以请吸进健康，吸进爱， OK 吗？来，吐气的时候请你们吐出声音哦，把这个美好的事情也分享给你身边的人，然后刚好是你不要的就 let it go， OK。 这一口气要吸饱，来，深呼吸，吸，吸饱，肚子鼓起来 ，OK， 来吐气，有声音。哎呀，可以吐出来，这种感觉真的很舒服，感觉好像刚刚喝了一瓶可乐啊。镜子还有 your suffering，OK，、okay, 来，可乐就应该不在我们延年益寿的食品行列里，对吧 ？OK， 其实可乐应该是一个 syrup， 它是一个很久以前它是个甜浆啊。它是专门来治这个糖浆咳嗽用的一个药物，后来就有人喝到有点上瘾，最后就把中间的咖啡因尽量减低，后来大家就喝了，哎，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是有人喜欢，然后就变成一个可口可乐的一个商品线。 OK， 嗨，雅文， OK， 没有问题哈，你就舒服的听就好了， Alright， OK， 哦， Irene， 谢谢你哈。 OK， 来，我们这个框线已经画好啦，所以今天我们要开始启动呢，今天的一个图腾。今天的图腾其实也是简单，都是简单的。OK， Hello 依依，欢迎进来。那今天呢，我们会运用到一个技巧，叫做立体公路的起飞跟降落。让我找一下我的立体公路，我现在已经有69张了，真的不好找呢，记不记得啊？好多噶，我都唔知，佢系边度啊？很多张啊，我都不知我的那个高速公路啊，立体公路雷去哪里了呀，雷出来一下，呵呵，太多张了。 OK，那这也是一个很有乐趣的地方哈。有时候心情如果真的是不知道要干嘛的时候，拿起你的砖呢起来，就是欣赏一下，是不是觉得很赞？你看这么多张哦，也有点像这样，这个也有穿越的感觉。 OKWhere is my 立体公路 Honeybug? It's something like this, yeah. 这个也有点像哦，今天会跟这个有点像哈。来， we have a lot. Oh, here we go. I found it, okay? Here you are. I found you. I got you. All right. Okay, 月里欢迎进来， okay? 所以我们今天呢，画的会跟这个有点关系哈。这是 Honeybug. We have the first one, and then we will go the second one underneath the first one.所以第一条画完之后，第二条要从下面穿过去，所以要从这里要起飞，你的笔到这边要起飞，到这边再降落，起飞再降落，这叫起飞降落， OK 吗？哦， Hello 美玲。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玩一些起飞降落，但是呢，它的画法又不是只有 Honeybug， 它的画法会比较像这个 S， 像这两个的 S， OK，
哦，很好玩呢，有没有发现？其实缠绕的元素就差不多是这样，但是你如何将这些元素呢，透过重复化的情况之下呢，还可以把一些东西组合变成另外一个图腾。OK，Hello，秀如，very nice。来，今天我们就来画这个了哟。那我还是给大家做一下 demo，just in case you don't see it。OK，All right，this is my 这是我的纸啦。其实我的这个镜头只要遇到白呢，它就会雾掉哈。那我就把它再叫回来，OK？来，我们今天要画的这个呢，前面它会有一个小 pebble 啦，那个小 pebble 这个还蛮重要的哈。我们要先画一个 C，所以你待会会在这个 Hello Kimmy，OK？Hello 香萍，来，你这边要画一个 C，那同学会问了哈，你的 C 是不是？应该 C 就是这个方向嘛，看到了吗？这个 C。OK，我要请你在你的 C 呢外面或里面再画一条，然后它就有点像这样的光环，OK 吗？像一个上弦月或下弦月，OK，All right，OK，雪，OK，又在跟桂兰聊天了哈，好家在我看得懂，差点把他们两个的秘密念出来了哈 ，OK。来，我们今天要画的呢，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C，OK 吗？下弦月，下弦月，哎，有一首歌是不是上弦月？哒啦啦啦啦，哒上弦月，哒哒啦啦啦哒哒哒啦啦，哒啦啦啦啦哒哒啦哒，弦不会写，弦，是这样吗？OK，下弦月啊，上弦月，下弦月，OK，好，所以呢，要画这个 OK 吗？这个可以哈。好来，接下来它会有一个步骤是这样的，就是你要把你的大 S 或者是小 S 或是正 S 或反 S，你自己顺手就好了哈。所以我们到时候要来画从中间呢哈，你可以从哦弦是这样。哦，是弓是不是？谢谢大家哦，大家都会帮我。阿里嘎多哥在伊玛斯，来下旋，OK？那 我也是把它描得乱七八糟了哈、哦。好啦，没关系啦，没这个老师就是不是什么都会嘛哈、哦，所以我是 I'm 就是 human，OK？、Okay? 我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就是 human，All right？天，你那边突然下起大雨哦，香港还唔系啊？哦，你们那边其实这几天这个。这个台湾这个沿海还有香港这一区都是好像会有雨的哦，所以我们是同一个区域。OK，这是许志安的歌哦。哦，OK，来，我们接下来要来做一个像这种 S，可以吗？可以 S 吗？这个 S 它就是一个宽长的 S，拉长的 S，好吗？OK 哈，那你拉长了一个 S，你要怎么做呢？来，这个有头。这里有尾，所以你的头尾呢要回到原来的地方。哦，头尾必须要回来哦，你不能让它跑掉了哈、哦。所以我们要用头尾的方式让它连接在一起。来，我画一下给大家看，就是头跟尾。我再画一个 S 的上弦月或下弦月，然后继续画，继续画。你也可以画细一点，可以画粗一点，这样可以吗？Is that okay？哦，当然你也可以有一些想要从这里多出来一点也可以哈，就是你想要粘着上多一点，你这边尾巴想要长一点，也 OK，好吧，就是一个比较动感的，好吗？好、哦、动感的，Hello Sabalu，Come on in，这样 OK 了哈，可以哈，那我们要开始了哟。啊，同学们一样哈，在你的作品的中间，我们今天有画了一个边线，对吗？我们画了边线呢，但是我们会在中间的地方找一个地方画一个你喜欢的 C，像一串香蕉，是不是？OK，它比香蕉还要再修长，而且还要再动感一点点。OK，All right，OK，很多人现在才刚打疫苗，OK，没有问题哈。Candy，哦，像马尾是吗？Irene，OK，Hello，丽玲，OK，有可能像马尾。好的，
那我要来画 C 了哈，你们画 C 自己决定你的 C 的方位要在什么地方，好吗？哦，我随便了哈，我就画一个 C。你的 C 也可以弯一点哦，那也可以大一点，你可以小一点，你自己决定。哎，我觉得我画的好大哦，我画的太大了啦！哎呀，哎呦喂呀，好，没关系，我把它包进来一点。OK， 我觉得我画的有点大。你们可以不用画我这么大哦。OK， 慧玲刚打完疫苗哈、哦。OK， 那你现在精神还 OK 哦？那个多喝水。All right， 那我要画第二个咯，我要画刚刚的那个 C 咯。いただきます。来，依照你自己的曲线的感觉下去画哈、哦，线条要几条自己决定哦。那要不要这个铅很长哈、哦，自己决定哦。要不要胖一点 ？OK 哦。那、啊、我画到什么时候可以停下来都可以哦。来，我第一个已经画好了，我大概画了五条线了。其实它没有一定的，它是非常的 free，OK，、okay? 非常的自然。你的 S 可以是这个正 S， 也可以是反 S 哈、哦，看每个人顺手哈、哦。因为有的人是左撇啊，有的人是右撇哈、哦，所以每个人会有自己喜欢的。OK，Hello、okay, 秀兰，好久没点到你了哈、哦。Hi 陈丽 ，Hello 蓝芳。好来，第一条看到了吗？来，第二条我们要进行那个做重叠，就是 Hollybug 的这个效果。那你在做这个重叠的时候呢，没有问题，我用不同颜色给大家看。那我又进入了一个多色，好啦，我还是用不同颜色，大家可以看比较清楚好了哈。来 ，Hello 雨恩 ，Hello 翠琴 ，Hello Joanna。来，第二条呢，你是不是一定要靠它的边随便你哈、哦？你可以从这里开始，也可以在它边边开始，哦，你也可以从旁边开始。那我就从它的边边好了，好不好？我就自己再加一条，我也是随便乱弯的啦。你们可以不用像我画这么大，我画的有一点大了，我就是已经习惯 demo 比较大的，然后就画的太大了哈。我们可以画小一点 ，if you want to， OK？ Yeah， this is beautiful， isn't it？ 好，再画一条好了。哎，这样也很美耶，好美啊，好亮啊！第二条，感觉好像在跳舞哎，是不是？哦，感觉好像两只腿在跳芭蕾舞是吗？还在跑步哦，真的耶，很像哎。好，再来画一条不同色的来，哦，都画不同色的，这样比较能够让你们可以感受到哈、哦，就继续跑步了哈、哦，继续走不一样的线 ，It's beautiful， 很赞哎，我拉过来了，拉过来了 ，Oh yeah！好了，三条颜色不一样，应该是很容易看出来吧？哈、哦，秋慧，欢迎进来哦。OK， 好，其实你们知道延年益寿，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其实同学有讲到，就是要维持这个快乐，哦，快乐的感觉，哦，但是快乐的感觉它是要有习惯的，需要有练习。哦，其实，在医学上，我们正面思考的话，哦，其实大脑的这个。大脑的额叶的神经细胞它会活化，所以会有一个很好的多巴胺这种东西出现哈。但是这个东西呢，它是快乐的因子，可是很多人不一定常常会使用，所以是要练习的 ，OK？ 所以同学们有一些时候你们在公司里面是不是会上那个什么团体课啊，就是 workshop 啊，就是这种感觉。哦，就跟团体一起做这个练习，所以你会知道哦，有些业务单位为什么要做 role play， 就是要出去上工之前哦，还有像那个，像我们之前去那个美发店啊，他们早餐还有早上还有早操呢，有没有？还要这样做一个练习。Hello 秋云 ，Hello 敏玲，敏玲，我是第一次点到你吗 ？OK。
所以你们这个练习事实上就像我们常常必须要夸奖自己，它也是一个练习 OK， 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哎，我觉得我已经画了好几条了哈。来同学，接下来你就可以开始乱画，恭喜你们哈，真的是乱画哦，因为我这个线条呢，你是一条一条一条叠上去的哦，所以我就继续乱画。其实我们已经降级了对吗？目前已经到第二级了哦。可是Tina为什么还继续呢？啊，有几个原因啦，就是我知道很多同学还是希望可以持续哈，然后呢，这种感觉就有点像是在等公车的经验。同学有等过公车吗？就是有时候你等公车等一等，你等了大概15分钟20分钟了，那你就觉得公车不来。我问你这个时候你会继续等还是会放弃了？Hello 刘燕 ，Hello 田华 ，OK， 就是你已经等到了半个小时了，或25分钟了，他就觉得哦，公车怎么照常理怎么倒是说还没来呢？你是会放弃，还是你会继续等？会继续等的写等，会放弃的写放。有等过公车的会等 ，OK， 对呀、啊，颜色都出动了，我想说都给你们看好了啊。好，我这一个我就穿越更多了颜色了哟齁。会一直等是不是？会继续等。即使你那这够注意啊，现在有等公车 APP 了啊，就可以看几点会来了啊。哈哈哈，就不用傻傻的等啊。你那这够注意齁。没有啦，我是说如果以前没有 APP 的时候，是不是公车明明就是应该要来，但是你就等了那么久还没有来哦，很多人都愿意等哈。立秋是会放弃直接走路，对不对？以前我也会这样哈。后来我就发现呢，它是一种叫做你不甘心不放手，就是搭公车就已经，我已经等了25分钟了，我在等，我会不会一走它就来了呢？对不对？所以就是一种不甘心不放手。所以我在想说，不甘心不放手，好像有一首歌哈，想放弃却不能甘心放手，留你在梦中却苦痛了我，等着伤心不如学会承受，反正你不会是我的，想放弃却不能甘心放手，留你在梦中却苦痛了我，等你想起不如先忘记你，反正离开你的人是我。耶、yeah, 对呀、啊、反正离开你的人是我，等不等公车也是我 OK。 所以我现在也是在想说哈，我们现在已经搭上这一班游览车了嘛，我也很想知道我们可以走多远。啊，你要改当小黄哦，是不是 ？OK， 哦，很好玩。好的，想搭小黄应该也是可以的啦。哎，我好像所有颜色都上过了耶！哇，我的颜色上的很多了哈。那我要回到我的黑色了 ，OK。所以呢，我们就看能够走多远吧，好不好？因为，因为我也养成了一点点的习惯了哈，然后我现在也想试试看，我们在直播上面或许会在不同的平台上面可以玩哈，所以我想要这个维持游戏跟玩乐的成分其实也蛮高的 ，OK。然后主要是大家们也非常的热情的回馈哈，让我知道就是哎这段期间啊。再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其实现在还算是暑假啦。 Hello 雅西没问题哦齁，因为那个我知道有一些爸妈家里面还有孩子齁，那爸妈们有的也很需要喘气齁，所以透过这种模式呢或许也是一个方法
OK， 所以我在我的能力还可以，还有时间还可以的情况下呢，我目前会尽量维持着。OK， 有没有画起来有点像这个，像这个像什么？像那个 octopus 有没有？70天已经绕整个地球了吗？真的吗？那是大飞机吗？还是坐船？这像不像那个 octopus？ 章鱼哥像不像？哦，像毽子哦，真的。来这边问一下同学们，会踢毽子的请举手。OK， all right。哦，我刚刚看到一个名字是新的，是谁 ？Avatar 是新来的吗？是不是 ？Kimmy 说像一种植物 ，OK， 很缤纷，像火把。哎，对，反过来像火把耶！哎，真的很漂亮哎！这么一说，它真的好亮啊！那我再多画几个，让它这边有虚虚的，像盆栽 ，OK。请问会哦，新手你会踢哦？Lumi 你也会哦，好厉害 ！OK， 只会踢三下，对，每天都有重播，没有错 ，Avatar 你也可以看重播哈，因为有些人可能是看重播的哈，不一定都会追得到我们的直播 ，OK？ 因为我这个直播也很随性哈，飘得很漂亮，像水母 ，OK， 像水中在水里面的植物哈 ，All right， 会哈，慧英你也会 ，OK， 像手啊。悠悠可以踢三下毽子哦，雨儿你会踢一下，那很厉害呢。以前自己做毽子吗？慧珠 ，OK， 会踢很远，很远就是不会回来的那种吗？这个像空气凤梨哦，是不是？哎呦，而且你看哈、哦，它像从一个洞跑出来，哎，这个很像那个耶，很像那个任意门有没有？上面没有东西，然后就这样，喵。就跑出来了，有没有？可以用塑胶袋做是吗？自己把它剪碎，对不对？塑胶绳啊，对不对？哦，很多人会踢毽子哈，塑筋是踢出去就回不来了哈。奥运圣火，哦耶！我们有弄到了奥运的了耶！哎，有呼应到哎，奥运圣火耶，还蛮好看的哈。芦荟盆栽，哦 ，Ray， 来奥运圣火的话，我这边再加一条。再加一个，让它有一点点的棉花哦，有一些线条你可能就是藏在下面了，也是 OK 的哈，也不一定都要跟着这个，要回到这个头啊，你就只是你的想象呢，最后是回到这个头。哎，很漂亮哎，我觉得我这个已经画完了呢，同学们，今天的图腾非常的简单呢、哦，超级简单的，是不是？哦。OK， 铜腕是用羽毛做的哈，云门舞集，这像云门舞集哦，哦，真的很漂亮。你这么一讲，我还想要继续画。来，我想要画到不能再画哈，还有空间我还想画，我想用不同颜色好了。This is beautiful and lovely， 被你们讲的真的很漂亮哎。那再画多一点，画好画满好吗？画好画满。好像可以一直跳下去耶，它就是一种跳不完的感觉，一直画一直画，画不完的感觉。画这个的时候啊，同学们，它因为它是比较有一点点的律动哈，那它的好处是说，对于不喜欢画直线的人，其实它是一个福音啊，它不需要有任何的这个哦，不需要有任何啊，我又叫错了吗？那个我叫雨恩哦，是恩雨吗？哈，张培安的我相信怎么唱？我好像不会唱张培安的，我对张培安不熟，但是我知道他好像是一个声音很高亢的歌手，对吗？我知道英文有一个 You will when you believe。啦啦啦，这是谁唱的 ？When the nights are fair, we know that what we can. We are moving mountains too, and on it, that we could.
Now I'm standing here. 这是谁的歌 ？Mariah Carey。You know what miracle? When you believe, when you believe, the world's afraid, but hard to kill.You know what miracle you can achieve. When you believe, somehow you will. 有人要点什么？十年哦，十年怎么唱？十年有歌词吗 ？You will when you.believe， 哎，我觉得我画的差不多了，来，我们可以来上阴影了。哎，今天很快呢，哈 ，All right，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是吗？情人难免，最后难免沦为朋友，是这首歌吗 ？Oh, I'm sorry. OK， 十年不太会唱，好像是谁的歌啊？万芳吗？还是陈奕迅？I don't know， 我比较会那个耶，有一首歌叫做什么？以后别做朋友，朋友不能牵手，想爱你的冲动，是不是这首？这首好像是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歌的那个剧的 ，OK？ 我只能笑着带过最好的朋友。有些梦不能说出口，我忘记这谁唱的啊？蔡兴哲是不是？哒哒哒哒哒，像自由女神的头发是不是？十六年的夏天，对，周兴哲还是张兴哲，大家很幸福一样哦。还有林心如，失去了你的心痛。来，同学，我们这时候画阴影，你就要去找出你的先来后到哈。记得我的先来就是这一撮黑头发，看到了吗？哈，这一撮黑头发是第一个，然后开始就是开始一些彩色的头发就进来了吗？所以黑色的头发原则上它就是亮的，那它的下面就会开始有了哟，哈，开始会有阴影了，所以你们开始去玩一下这个阴影的感觉，它非常有趣了。上了阴影之后呢，你的整个这个头发或整个的这个火焰就火起来了 ，OK。是不是以后别做朋友，对不对？哎呀，我记得那个时候看这部戏好揪心啊，就是你知道剧里面每次就是演，就是每次话都不说完，话到了嘴边就不说了，然后就说啊我没事儿，就是有事儿，然后呢这个剧呢就可以从本来就是一集可以演完的就可以演18集，因为没有话没有讲完。哎呦，然后就经历这么多年之后，最后才又在一起哦。这就是戏剧的本身的基本的效果 ，OK？ 剪个美好的发型是吗 ？All right， 这个很飘逸哎，这个发型非常有设计感哦。然后我现在要给它涂个这个阴影之后，这个发型的立体层次就出来，如同挑染一样哦 ，OK 吗？哦。以后别做朋友，朋友不能牵手，好可怜哦，朋友不能牵手哈、哦。要做他想做爱人，但是就永远都是他最好的朋友。OK， 所以呢，爱要及时好吗？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人，就应该要适时表达。OK， 不是只有对你的。爱人哦，对你的家人也是一样 ，OK。想爱你的冲动，我只能笑着带过最后的
冒险梦，唱的都快哭了，不能说出口，不能说，什么都不能说哈。哦，立明你来了哈，美姬刚刚还没有点到你哈，来咯，我要上阴影了哟，上了阴影它又是不一样了，阴影会让你的层次哈又不同了哈。但是阴影很多人呢会觉得就是觉得也不一定要上啦。不过缠绕其实它有缠绕有三种齁、哦、缠绕有三个阶段。诶我们缠绕有三疗嘛齁、哦、治疗嘛齁、哦、有人知道我在讲什么啦齁、哦哦。然后呢啊等了20年告别后相处1小时分手了。这是你的故事吗 ？OK， 婉玲报到了。OK， 来，其实缠绕里面呢，画线条只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刚刚用2B 铅笔画阴影的时候，你要重新审视你自己的先来后到，你当时为什么先画这个后画这个？你也再看一下你的线条有没有把它接好，你这些线条足不足以呈现你想要的层次感？所以在上2B的时候，事实上是在重审过一遍你自己画的内容，它叫做 review。再来，你在画阴影的时候，事实上你是在做一个评估，就是你在评估一下，你下次你再这样现在这样做的这个，是不是后续还要再做？你以后会不会重复再这样子做？所以它很像我们工作里面的一些计划啊，计划完之后如何做评估？评估之后呢？好，你 review 完，你评估，那你下一次会不会做更好？所以是一样的道理。来，我加了这个阴影之后呢，它整个层次就变得不同了哈。同学们，你们也可以在你们的头发的末端也可以加。好，如果你觉得比较重视的 ，OK。啊，当然你这个加的是阴影，如果你想要加的是颜色，也很漂亮哦。让我来加个颜色。我又把我自己的这张图画的乱七八糟了哈 ，demo 图就是这个样子。I know, but I can't stop myself 。我就是这样子哈。今天很缠吗 ？OK， 来，我们缠绕的缠是不是纠缠的缠哈？啊，虽然今天很纠缠啊，但是缠绕的缠是禅意的缠哈。同学们常常还是会不小心哈打那个字，它就会出现那个。纠缠的缠，我希望你们的画缠绕心情不纠缠哦，好吗？我希望你们画缠绕的时候呢，心情是像打缠一样的舒爽 ，OK？ 然后一样的舒服 ，That's what I want，OK？、Okay? 然后呢，也可以让自己呢多喜欢自己一些，好，这也是我一直希望能够鼓励你们的。你们知道吗？今天。来上课的人，如果每一个都喜欢你们自己，你知道你们可以影响身边多少人吗？因为你喜欢自己，你的能量可以散发出去的可能是10倍、50倍或100倍，所以受益的人是会更多的。All right， 如果你在一个悲伤的社会里面，或是在悲伤的一个这个氛围里面，其实你很难。创作出很美好的事情哈、哦，啊，你画的跟胡伟兰一样，胡伟兰长什么样子呢？来，我还是忍不住上了色给大家看一下 ，OK？ Maybe I shouldn't, but you know why not？ 反正我的也已经这么乱了，哦，不差再乱一点，好吗？哎呦，就是一种，好了，就豁出气了哈、哦，所以。啊，你们不用跟我画成这样了，你知道吗？哦，对，这是善念的循环哦。我知道很多人来这边上这个跟我一起画画，很多都是老师哈、哦，在你们的在可能你们的可能在世界各地或在各校或在台湾各个地方哦，然后你们还可以把这些东西再传给你身边的人。对我来讲啊，我也是有很感谢的哈、哦。你知道吗？因为表示我的能量没有停在这里，我的能量可以一直 like reflection， 然后一直放射出去 ，so nice， isn't it？ Yeah，
所以我也是开心的，好开心啊。 OK， 所以练习呢开心很重要，然后相信自己也很重要。来，英文有一个句子叫做 Fake it till you believe it， 就是在你还不相信之前呢，那你就先假装一下吧，假装自己很不错，假装。所以这个就是练习嘛，你要夸奖自己。哎，其实你久了，你会觉得好像是真的嘞，哦 ，fake it till you believe it， I thought it was pretty nice。来，我画的颜色是不是也好看？然后我有画两个颜色的哈，然后我用了很多不同颜色，让你们看到这些疯狂飞散的飘逸秀发。哦，对，芋头说很像飘逸秀发，啊，有的人说很像火把，哦，往上看，哦，很像火把，啊，有的人说很像什么 ？OK 吗？太棒了，来，同学们，不管你今天画到哪里，我想请你们放下你们手边的笔材，然后呢，我们想要呢，把你的这个作品拿起来，以一个手臂的距离 ，Alright， 那我放一下我的笔，来，我们来放，来称赞一下自己哦 ，That is very good。Yes, we need to power up, Joanna. We're gonna power up ourselves and make sure we got that power. Yes, you got the power, baby. We're going to say nice things to ourselves. 来，同学，我们要把手臂举起来，一个手臂的距离，这么直，这么直是非常非常美丽的哦。秀菲，你也是志工哈，很多人都是哈，太棒了。来，同学们，看到了这个图案，有没有觉得自己真的很赞？超赞的耶，今天真的好赞哦。来，同学们，我们来夸奖一下自己。哇，我今天怎么画的这么好看，一百一七。Hello， 我今天怎么画的这么美 ？Oh my goodness， I can't believe it. This is marvelous and wonderful. 今天今天回到我告诉你呢，真正也不奇嘞的哟，真的是太美丽了，好亮啊，好犀利啊，好中意噶，是不是？耶、yeah, ，好来，自己要常常要把这个夸奖呢是要讲出来的哈、哦。有些感谢呢，你讲在心里面呢，其实对方也不会知道。那有些夸奖呢，你只是跟自己附送，我觉得都还不够强烈，要把它说出口。爱要怎么说？爱要说出口，说对才能才能够拥有。的人爱要怎么说，爱要怎么做，就是要说出来 ，OK 吗？爱要说出口 ，OK。All right, you did a good job today, and I'm gonna tell you the name of this pattern. Where is mine? 来，我的下弦月在这里啦。哎，同学，这一个图腾的名字非常的有趣，我不知道这图腾是谁取的。All right。但是他的名字是这样，他有可能是一个东方老师取的吧。哦，这个我们的这个资料里面没有特别写老师的来源哈、哦，他是一个整理的百大官方图腾库 ，OK， 他叫做 Anshel。哎，这个就感觉是非常的中文翻译的名字，叫做 Anshel。All right， 所以这个中文名字叫什么呢？这个下弦月开动的中文名字叫做延寿。我会写寿吗？糟糕，寿，这样对吗？同学们，哎，我的寿写的对不对啊？对了哈，好像对哈，延寿。OK， 下弦月是指这个，下弦月是指这个哈、哦，跟它没有关系。OK， 所以它叫延寿。来，今天是我们的第70 Number 70，同学们提醒你们，我们的井字号，请不要出现在你们的那个哈、哦，然后再来，请不要有 logo 哈、哦，你们拍照的时候有任何的 logo 出现也不 OK 的哈、哦，这样就不能 po 文了哟。哎，我写对了吗？啊，我写错了是吗？我写颠倒了，等一下再给我看一次。哎，你们字又不见了，我看一下，寿是在上面，然后宫在上面，是不是 ？All right， 好，你们知道就好了哈。宫在上面是吗？你这样子，我的国文老师会来找我耶。哎，
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字怎么跟他超不熟的哈。All right， 好，请不要跟我的国文老师讲哈，我们现在都还有跟我的国中的国文老师有联系哈，我在这里先跟我的老师致歉。All right， well you know which word， 好，你们知道是哪个字啦哈，是欧兽哦 ，OK， 少了一个弓，好，好，同学们，你们要写对哦，宝贝们不要写的跟我一样好吗？请以这个字典的为准。Alright, thank you so much for being with me today. I think we had a lot of good time today, alright? And 无论你今天遇到什么样的天气哦，不管哪里呢，有下雨啦或干嘛的，没关系，你们心情都要维持很好 ，OK? Stay good and stay put， 请维持你们的新防疫运动了哈。我们现在应该没有办法维持或者是回到原来一模一样的生活，但是我们可以创造新的生活模式。谢谢大家一起勇敢的前进，然后学习新的东西，然后也学习新的生活模式，感谢你们，然后预祝今天都很愉快咯。 You're gonna have a lovely day. I'm gonna see you soon, okay? Love you all. Bye bye.